娘，小姑娘，怎么了？小姑娘，怎么了？要不要我帮你叫医生啊？你怎么了？学校，回学校，回哪个学校？投资人谈的那个项目通过了，恭喜你兄弟，看来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今晚大家一起庆祝一下。好好好，我叫黄慧媛，大家都叫我小果汁，今年28岁，某电影杂志编辑。好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妈，上次跟我说的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现在回不去。我不是不听您的话，但工作真不能辞。妈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不说挂了。为了这个项目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年终奖肯定少不了。哎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马总，干杯！干杯！都动筷子吧。马萌，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投资项目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那可是现在最快回笼资金的方式了。公司现在没有那么多闲散资金。今天投资方不是打了1000万启动资金进来吗？那笔钱是用来运作电影的，这个项目非常重要，不能乱来。来来来，不谈工作了啊，快吃点东西。亲爱的，水放好了，去洗吧。一起洗。讨厌，自己去，快！喂，怎么样？你说能怎么样？该死，那怎么办？要不就跟马萌实话实说吧。你疯了？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我有个办法。喂。喂，黄慧媛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你。没事没事，总编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，明天下午，朴赞玉导演会来咱们公司做电影宣传。总编，
您刚刚说谁？朴赞玉导演，一直知道你欣赏朴导，想把这个机会啊给你，让你负责采访。真的呀？谢谢总编，太谢谢您了。不客气，那明天10点前，记得把采访提纲发给我啊。啊，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准备。总编再见。嗯。总编，东西我写完了，您记得查收啊。谢谢总编。啊，不客气，不要这么见外嘛。总编总别这么叫着，我们是朋友啊。小果汁，这个采访稿我看了，写得很不错。谢谢总编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们公司新来了个同事，叫娜娜，她是我们那个广告商的女儿，她也非常崇拜朴赞玉导演。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采访呢，我们可能要安排她上，所以下次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吧，好不好？那总编，我的这个，你喝喝咖啡吧，啊，喝喝着咖啡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好。这么多年兄弟，辞职的事儿，我希望你好好考虑。兄弟，哼，我以为我们曾经意气相投，没想到你只是权益第一。受刺激了吧你？合久必分，以后你玩你的格式化，我走我的自定义。合久必分，很好。韩宇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妈妈，咱俩分手吧。疯了吧你？这是什么？你以为你藏得很深吗？像你这种渣男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这不过是个回忆。回忆？我跟你在一起7年了，都抵不过你的回忆。你干嘛去啊？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到的地方。来，为我们的未来干一杯。希望这世上天给我最自卑的下场。我自己都想不到你真舍得，算算你和马萌也有7年了。是啊，所以养啊。真不后悔，你现在回头的话，马萌也许会原谅你。后悔？我更害怕死。钱呢？着什么急？今天晚上就会打到我们的账号上，加上公司一起的钱，一共2000万。宝贝，你真棒。怎么了？出纳去取钱的时候，发现我们公司账户上的钱全部被转走了。我打电话给韩宇，但是他一直关机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查了很多遍，对方是个国外的账户，查不到人。编剧说，如果今天钱不到账，就终止跟我们的合作。好吧，你出去。对了，马总，这是今早刚收到的快件。马总，我先下去了。
下辈子投胎做男人吧。这句玩笑话我十年前第一次听到，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怀揣着梦想的懵懂少女，也是千万亿考生中的其中一个。后面的同学不要拥挤啊。对于所有艺考生来说，未来是无数个问号，放肆追梦才是青春该有的模样。我拿箱子在报道室等你啊。下辈子投胎做男人吧。他是不是想说如果男厕检修我们就可以去男厕解决了？你一定是个好编剧，行吧，帮个忙。这主意不错啊。男厕所要检修，里面人都出来。我从来就想当演员的导演不是好编剧，走。不想当导演的摄影师还不是好演员呢，你们快点啊。睡觉特别怕一个人啊，不过现在好了，有你们仨啊陪着我一块儿睡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都特别喜欢写作呀？我呀以后一定要考上北京。下铺我睡了啊。我睡这个吧。啊，你好，我也是学制作的，我叫黄慧媛。你好你好。慧媛果汁啊？你爸妈是不是特喜欢喝果汁啊？咱叫他小果汁吧。我看这个不错，好名字，真会取。我叫赵丁丁，这是一想当编剧的导演，刚卫生间那场戏导得不错。我还是想当演员的摄影师呢。这还有想当演员的摄影师呢？同学们，刚刚小景老师说了，明天早上7点在礼堂开新生大会。谢谢啊。知道了，赶紧收拾收拾吧。编导报。怎么每个学校都这样？我以为艺术培训学校有多洋气，困死了。谁让你昨天晚上不早睡的？我半夜醒了，看你电脑还亮着。我在看电影啊，凶妾的精子，朴赞玉复仇三部曲的最后一部，镜头语言特丰富，特牛。懂得够多呀。朴什么？朴赞玉。哦对，哎，那朴赞玉是你最喜欢的导演吗？他还有什么电影到你推荐给我们？哦，我困了。校长好。好。同学们都到齐了。好，开始吧。同学们，好莱坞导演新生大会正式开始了。知道。听说过两天有个面试，他们喜欢高大威猛，就像我这种类型。懂。那过两天有机会，你能不能不说话？那我们说定了啊，咱一块去。喂，别烦，哎，答应我先，然后你是耳聋是吗？下面有请校长讲话。同学们安静了。你想怎样？去你的高大威猛！啊！安静安静，你们怎么回事？都给我回座位上坐好。你有病吧？都坐下，都给座位上坐好。出门真不能忘了看黄历。你以为就你没有看黄历啊？喂，该做的事不做，不该做的事天天在捣乱，什么事也做不好。看你这样子，扫地去，拿去。好了，你也拿一把，好好扫啊。见不得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。要不是快在你是女人的份上，我打死你！你说什么？你信不？你再说一遍！你干嘛？你再说一遍！你以为不敢打女人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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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！
马萌，叫马萌对吧？谁呀、啊、你？我是周俊，上次撞了你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我今天又忘了看黄历啊。那行，那以后我们就做好朋友了。要，这不是那女魔头吗？说谁呢？死妖孽！你不是学表演的吗？怎么解放天性的？怎么放松心态的？都就是饭吃下去了吧？我是觉得那个，我们得改进成分，不然就被女魔头吃完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菜太咸？没有啊，寡。你是猪吗？这么难吃、啊？你是想死吗？你吃不够吗？我今天吃的多，跟你分吧。开玩笑的。那个，我叫周俊，我是学表演的。这个闷骚男呢，他是马萌，他是导演系。你们好。你呢？我叫黄慧媛，是学制作的。赵丁丁，跟闷骚男一个种。他叫王帝，学摄影的。我还以为是皇帝呢。如果我是皇帝的话，我就让你做公公。新生大会之后，我们五个人就经常混在一块儿，上课、下课、插科打诨。友谊这事儿总是发生的莫名其妙，可能爱情也是，写作也逐渐清晰地成为我追逐的梦想。我还以为写作是你一辈子的梦想呢。梦想，太残忍了。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你以为你林宥嘉吗？听说你现在已经是金牌制片人了。我马上要破产了。我有没有说过你的冷笑话实在是烂透了？真的，我本来接了一个大电影的项目，女朋友跟我好兄弟一起拿了公司的钱跑了，编剧都不写剧本了。什么？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所以说，不要觉得你的生活有多糟糕，有的是人比你过得糟。你在我心里就是一棵大树，永远不会倒的，永远永远。放到这儿，明天把你们的小短剧都交上来。优秀的我会推荐给各大院校的老师，你们也知道，这些老师很可能就是你们以后的阅卷老师。希望你们能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好，下课。小露露，你的功底不错，我之前也看过你写的故事，这次机会肯定非你莫属了。哪有啊，大家都有机会。小果汁，你的剧本我还没看完呢，要不今晚就归我了吧。可是我明天还要交给老师呢。放心，等明天啊，我一块给你交了啊。哎，好吧。上次你们交上来的小短剧我已经看过了，老师们一致认为肖露露同学写的最好，我已经向各大名校的老师推荐了她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我看过你的剧本，明明比他写的好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没事儿，走。哎，乔丹玉的电影你看了吗？亲亲亲亲，超棒！嘿，干嘛呢？肖露露刚刚在说这个，果汁。这不是你的剧本吗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他明明说要帮我接个老师的，这个死不要脸，今天我非揍死他！喂喂喂，你干嘛？打架被开除的？那能怎么办？不能让小骨质白受学啊！那你想怎么办？告诉老师？
都是我的错。别人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，你窝不窝囊啊？你少说一句会死啊！行了，都别吵了，今天下午咱们就都别去上课了。为什么？去消散。走。OK。走啦，快点儿。哎，你看这个还挺好，带这个。你看，不带。哎，太好了，可欠了。哎，你带，我找着。嘿，带两下。走了。还在想你剧本的事儿呢，我愿意做你的大树，永远罩着你。导演赵丁丁，你给我给，慢点给我。还给我，瞧，我不给。哎呦，防不胜防的意外。给我，导演赵丁丁。哎，小狗子。哎，还我。我听丁丁同学说，你的剧本还没有写完呢。等你写完之后，我们拍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电影，你来做编剧。行啊，我做导演。那我做男一。我做摄影。你都当导演了，那我得当制片人。男一是吧？违约我回女荣。你，那你们肯定是用我写的剧本吗？你再问这么傻的问题啊，我们就把你从我们的团队开除。来，我把名写上，咱们拍照为证。好啊。照。小果汁，快来！来，赶紧的。好了，三、二、一。周俊你好，听说你前段时间见了好莱坞导演，那么你能跟观众朋友们聊聊你接下来的计划吗？你们果然什么都知道啊！放心吧，如果有消息的话，我会告诉大家的。好的，在你成名之后啊，你之前所在的这个培训学校现在报名是相当的火爆，在这个培训学校里，你有没有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？当然啊，我们曾经有一个特别特别伟大的计划。哎哎，怎么了？这是我辞职了，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一起并肩作战。剧本你都看完了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那你确定用我们的剧本还能成功吗？你再问这样的傻问题，我们就把你从我们的团队中开除。那你刚刚不是……你逗我？你可以呀，你现在别跑，来话你负责。你的未来我负责。才不要，就你这眼瞎的，你别跑，快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摔倒了还拉着我，你故意的。你没摔着吧？黄慧媛，毛毛。太丢人了。毛毛，你以后饭要自己放进去，不要带上我们小果汁啊！你怎么还是那么贱啊，死妖孽！哎，对了，你们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情啊？十年前的梦想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了，当初是你说要演男一号的，毁约我毁你容。放心吧，毁容不毁约的。
谢谢你啊，周军。萌萌，你突然这样，我好不习惯啊。再说了，当初也是我第一个看上小果汁的剧本嘛，哈。老不正经，王帝要在，你一定被骂死。那个泼妇、啊！滚！拿着你的脏东西给我滚出去！王帝算了，宿舍都满了，你让他住哪？你傻、啊？他刚害了你。小果汁，小果汁，我求你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错了。不要把我赶出去。还有，你不能告诉老师。你真的是够了，你还有脸求他？王帝。算了吧，那你自己来。小果汁，别走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对不起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没有下次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啊？你不说话会死是吗？看你以后上课还敢不敢对着周杰伦 CD 犯花痴。行了，你也少说两句。你别哭了，我帮你解决。什么办法呀？今天晚上，飓风行动。这个老师也太无聊了，不让出校门也就算了，还让人写这么土的检讨。我的艺术生涯该怎么办呀？你赶紧写，写完走人。给我看一下。检查：锄禾日当午，盗窃要被堵。检查三千字，汗滴禾下土。还挺诗意。都是些什么鬼啊！烦死了！今天的课上到这里，下课。我有事儿，我走了。你好。哎呦，少女怀春吧你，还绣十字绣？没秀。什么？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叛逆的一年，或许会有那么一段记忆。单纯的快乐，不谈未来，只享受当下，默不作声，让它停留在最美的时光里。我愿意做你的大树，给你依靠，只要你想。同学们，这位是去年我省艺术统考专业第一名的李欢欢同学。
学校特地邀请他来给大家担任影片分析的老师。下面就由李欢欢同学来给大家分享艺考经验。谢谢小景老师。嗯。Hello， 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叫李欢欢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个周末我将和大家一起来学习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那今天呢，首先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影评，同学们是怎么看待影评的？感觉就是过度诠释。第二排这位女生，对，就是你。我从网上看过一些影评，感觉很多都有过度诠释的嫌疑。可以具体说说吗？嗯，就是感觉很多人写影评好像不谈结构，不谈精神分析，就无从了解一部文艺作品似的，从外围找了一些观点和切入点，唯独不看文本。还有要补充的吗？好，请坐。哎，对了，这位同学叫黄慧媛，人称小果汁。很好，小果汁同学的回答呢，可以说是求同存异。那其他同学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大家可以一起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。诗人说，我就是我，一个令人不解的偶然，一如每个偶然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希望那天他并没有注意到我。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又希望一切可以照旧。此后我们亦师亦友，彼此分享生活，讨论电影。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。命运到目前为止待我不薄，诗歌带我渐渐地融入了他的生活。我以为诗歌的帮助，朋友的陪伴，就已经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可是青春总是伴随着荷尔蒙分泌，一些情愫在不知不觉间慢慢滋长，可我却因为越来越近的距离而感到不自然。迟钝的我还是读懂了他的心。我总是天真的以为逃避就是最好的拒绝，却不知道我的青春总是要为当初的天真买单。哎，丁丁，吃个枣。哎，对。嗨，小果汁。小果汁在吗？把这枣带回去，谢谢。师哥，你跟我说说上学的感受吧。怎么说呢？其实和所有的大学都是一样的。怎么可能啊，这只是众多围城当中的一个，外面的人想进来，而里面的人又想出去。里面的人想出去，那不是梦开始的地方吗？有的时候梦一旦开始了，也就结束了。说话怎么那么慢呢？是啊，一天到晚丢三落四。哎，那不是小果汁吗？哎，好像是。哎，真不要脸，为了能上艺术学竟然勾引欢欢师哥，真棒。我来了，走吧，快点快点。你讲的就是小果汁，就是我。对啊。哎，小果汁，你慢慢吃。小果汁挺厉害的呀，这么快就跟师哥在一起了。闭嘴，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你说话挺酸啊。那能不酸吗？在这个蛋糕上，谁不想做师哥的女人呀？你也可以做师哥的女人，没人拦着你啊。可惜人家看不上我。够了，你们怎么也能说我呢？我没有。不要再把我跟他纠缠在一起，烦死了。那个小果汁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别生气啊。小果汁含苞待放着呢，没个蝴蝶蜜蜂的来招惹怎么可能呢？本想着内部能消化，只可惜内部都是这种货色。赵丁丁，你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。
什么叫内部这种货色？你说我可以，别说我们家马蒙嘛。千万不要把我跟他相提并论，我压根跟他不是一个 level 的。哎，下礼拜就放假了，你们都回家吗？我回不了，我还有个作业没拍呢。Me too， 我也还有游戏要玩。我无所谓啊，我也没想好呢。那咱们都别回家了，快过年呗。哎，也行，过一个五个人的年。OK，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性感的别弄了。干嘛呀？哎，你想死？别急着吃啊，你先干一杯，过完年就要考试了，祝咱们考试顺利。好，还有咱们的大电影。对，好，干杯。哎，导演，作为男一号我先敬你一个。行啊，不准毁约啊。毁约我毁女容啊。就是制片人怎么了？作为摄影师的我啊，我的合同是不是得优惠待遇啊？少来这套。来，小鬼这儿剧本呢？快了快了，咱们再干一杯。来，干杯。来，快点儿。你快点行吗？干杯。今天春晚好像有。你能不能别给我打电话了？我寝室人都睡了。哎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明天还有小考。那等你考完我给你打电话。你能别给我打电话了吗？啊？哦哦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这么晚了还让不让人睡啊？跟你说个事儿吧，你能不能离小伙子远一点？现在学校里面传的都是你的绯闻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这样做影响不太好。哟，没看出来啊，你这么关心他，你俩什么关系啊？走了啊！小屁孩，我告诉你，别人的闲事你最好少管。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啊？很闲是吗？你不会真喜欢他吧？你有病吧？我这儿，吃饭去吗？哎，我今天这有道题我没看懂，吃不下饭都。有题啊？还这道题？哎，咱要不先吃饭去，走，回家吃。Thank you.
正式起航喽！艺考生总是比同龄孩子成熟得早，我们奔走了各个城市，为了那渺茫的机会，漫漫寻觅的路上，还好我们是彼此的依靠。官人敬请欣赏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站住！想干嘛？你干嘛绊我？没绊你，自己摔倒了，好搞笑啊！你得跟我道歉。我为什么跟你道歉？你是谁呀？哈，你有病吗你？就我绊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有口罩呢？你想干嘛？你信不信我打你？信哪打呀？敢吗？打呀！揍啊！你干净了吗？你敢吗？他不敢，我敢。你敢吗？哎，丁丁，你是谁呀？你为什么打？怎么了？别打了，这就是你！别打了，人！欺负我的人！马蒙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别问了。哎，你怎么样了？哎，小桂枝，你有没有哪里受伤？这群该死的女人，最好不要让我见到，不然的话，见一个打一个。你也就那么一张嘴。怎么现在才来啊？你现在说这个废话还有什么用啊？你如果再这么窝囊，下次我就先打你。不哭了。丁丁，怎么样了？丁丁，我跟那个女孩都被取消了考试资格。凭什么呀？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我决定保护你们，就不会让你们受伤。有时候我们称艺考就是宫斗，在里面大家都为了那为数不多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，却还乐此不疲。周俊，摄影师来不了了。他什么意思啊？换了个女摄影师，挺有名的，不过他之前从楼梯上摔下来了，手受伤了。那他怎么拍啊？他坚持要拍，脾气犟死了都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像叫王帝吧。王帝。
那你其他哥们吧。哥们，哥们，你要我说多少次，我不是你哥们，我怎么能是你哥们呢？不是哥们是什么？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如果因为手，那就不必了。哎，其实高考结束那一天，闭嘴。我先出去一下啊。看见周俊了吗？那边楼上。谢谢啊。王定是你女朋友吧？大家都在说她天天黏着你，倒追你，看你俩关系那么好，好多女生都嫉妒她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我天天也跟那个小果汁啊、丁丁啊他们俩在一块呢，怎么不见有人嫉妒他们俩？也是，王定嘴巴那么毒，肯定不讨男生喜欢。你不喜欢他吧？啊，当然不喜欢他，我怎么会喜欢他呢？我跟他只是哥们，我喜欢像你们这种比较温柔的女生。讨厌！完了！王帝也去了。怎么比以前还要念啊？其实那天我有去追的，只是后来没有找到你。那天我走得急，现在不见着了吗？那你现在原谅我了吗？再说吧。请慢用。谢谢毛毛，其实我是很想帮你的，只不过我只拍过平面，而且我这手……你放心吧，你这手呢，我会陪你复健的。实在不行，最多咱不拍了。呸呸呸！你这个乌鸦嘴，不拍的话我毁女容。我只是关心一下她嘛，你干嘛那么认真呢？你还有闲工夫关心我呢？你怎么这么闲啊？演艺事业走下坡路是吧？我是个有修养的人。我没听错吧？这太不像你了，你以前可是会和王帝斗争到底的。那我以前不是还小吗？我现在毕竟是一个风靡万千少女的男人。还万千少女呢？他们都瞎嘛。你丑没关系，我可没瞎，别忽悠我。喂，娇雅。啊。OK， 好。OK， 我知道了。好，拜拜。什么事那么开心呀？我在好莱坞面试的那个戏过了。好事啊。真的呀？恭喜你啊。不过如果我接这个戏的话，可能要在美国待上一年半载。那你什么时候走？应该是下礼拜吧。跟我一起上飞机，你没权利这么做。如果你不想让你演艺生涯就此完完的话，那么现在你给我闭嘴。喂，毛毛。
Ladies and gentlemen,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?干嘛？别给我耍花样！周俊，哎，周俊，快上车！快走！庆祝飓风行动成功！干杯！干杯！呼，总算逃出来了！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们，拯救智障人士。做善事而已，别害羞嘛，官人，人家可以以身相许的。今天马门功劳最大，你呀、啊、可以考虑嫁给他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才不要嫁给闷骚蛋呢！哎，过来吧，小妞。死干臭男人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个大明星戴什么银质耳钉啊？至少也应该是个铂金的啊。我喜欢。这个耳钉很眼熟啊。眼熟有什么奇怪的呀？耳钉就那么几个样式 ，don't care 细节。不对啊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赵丁丁了？这肯定是女人送的，情人送的吧？什么情人啊？看你紧张的那个样儿，绝对有问题。就我媳妇送的，怎么了？哟，您都有媳妇了，隐藏的够深呀！我怎么没见过？什么时候带来见见？带来见见啊你！在，看电视。什么在意啊？你快看电视了，你说呀，你赶紧的。现在看电视新闻，本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：著名青年导演赵丁丁在江西某地拍戏时不幸发生车祸，目前伤亡情况不明，我们将继续跟踪报道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今天是不是有人发生车祸住进来啊？没有。那电视上说的拍戏出事的人是住这儿吗？好像在县医院。那不就是我们之前艺考培训的地方吗？对啊。赶紧走吧。皇帝，手给我看一下。啊。手这样弯可以吗？还好。这样呢？小伙子，开车小心一点，你会不会开啊？万一手碰到了怎么办？我不是故意的。皇帝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你继续开。你放心吧，这手我可以复健。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，也问过很多医生。我保证不出一个月，你这个手就会好。你一个月？你是神仙吧？这么会算？神仙倒不是，就是帅哥也没了。反正我不会让你残的。那要真残了怎么办？我养你啊。我不要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死妖孽。哎呀，我们快没油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咱们就近找一加油站吧。那个应该是。我们被插队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师傅，我们车先来的。那要怎样？那你为什么要插队啊？因为啊，我没素质呗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反正也快到我们了，等一下吧。走吧，走啦。
对不起，今天已经加完了，一点也都没有。啊？那我们看看前面还有没有加油站吧。嗯，走吧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认识啊？没有了。啊？手机也没信号啊。怎么办啊？马萌，跟我去外面看有没有车。走。这大晚上哪能有车呀？我去，我怎么以前没有觉得这个地方这么荒凉？那是因为以前你没红。那怎么办？能怎么办啊？今天晚上只能在车上睡了。上车吧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不要再骗我了。相信我。相信你。我的小飞人难道你看不到吗？有在啊。别瞎晃荡了，手还坏了，上车休息去。哦，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？关你屁事啊！别欺负我家媳妇儿。哎呦，媳妇儿都叫上了，怎样？小果汁儿，我什么时候能叫媳妇儿啊？别胡说八道。那是三轮车吧？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停下！干嘛？我们的车坏了，能不能载我们一程？去哪儿啊？就前面那县城。上来吧。哎，谢谢师傅。出发。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我们彼此分开十年，可为了那年少轻狂的梦，我相信我们会再重聚。无论时间如何变化，十年后我们仍旧是彼此的依靠，在青春末章响起时，我们一定会完成最初的梦想。请问赵丁丁是住在这儿吗？是的。那他在哪个房间啊？哦，他现在不见客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周俊，周俊，哎，周俊，我好喜欢你，帮我签个名吧。可以啊，不过要先告诉我们赵丁丁住在。现在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，病房安保不会让你们进去的。那就没办法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先帮我签吧，我有办法让你进去。赶紧签。
怎么了？你没事？我们都是丁丁的朋友，知道他出事了，过来看他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你们现在还不能进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现在精神状况不太好。那这样，你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可以帮到他的。好吧，但是千万不要跟他提孩子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他在拍戏前就已经怀孕了。丁丁，都出去！我是小果汁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吓着我孩子了！你吓着我孩子了！宝宝，不哭！宝宝不哭！妈妈保护你，妈妈帮你赶走坏人。丁丁，别过来！小果汁，别过来！哎，疯了！爹爹，你把我们都忘了吗？我是小果汁啊。小果汁，小果汁，你是小果汁，跟我最好的女孩。爹爹，你记起我了是不是？压着我孩子了，压着我孩子了，你压着我孩子了，你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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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大以后一定是个美人，看了吗？她漂亮吗？她漂亮吗？漂亮，她漂亮吗？谢谢。警察好。毛毛，给你。谢谢。615。小果汁呢？刚刚还在这里啊。我去找他。行，那你快点啊。小果汁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跑出来干嘛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行，不说也行。这两天折腾太累了，咱们先回去休息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回去。好，不回去也可以。我们去别的地方。同学们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。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，希望你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好，下课。爱好是心里的一个动物，我们有两种处置方法，要么把它当成动物好好养着，要么把它拉出来放在战场上，让它为你搏杀。写作是我18岁生命里唯一的爱好，我养了它许多年，现在我要把它拿出来了，但不知道最后我会不会辜负了它，辜负了自己。小果汁已经回家了，这是他留下来的。为什么？那他考试怎么办？管好你们自己吧，我只是跟你们说一声。
么刚吃啊？我先走了。周俊，你们来了。丁丁呢？丁丁不在房间。啊？她去哪儿了？她老公带她出去散步呢。散步？那我们赶紧去找找她呀。就在后面那个小花园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快点，这边。快走。丁丁，你们来啦。你们这对欢喜冤家还是在一起了？果汁，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？我给你写过信，但都被退回来了。我没收到啊，怎么？想我啦？你呢，萌萌？我挺好的，一直在当制片人，还想找你这个大导演一起拍戏呢。好了，你们都别站着了，过来坐啊。你们别担心，我都好了，我也想明白了，等我身体恢复了，宝宝还会有的。老婆，水买来了。花花，你们来了。刚才丁丁助理还说你们过来看他。哎，小果汁，好久不见。果汁，小果汁，哎，小果汁。那一晚我和欢欢师哥说开了，真的喜欢你，他要我陪他喝一杯，结果也就是那一天，我绝望的活了十年。小果汁，小果汁，警告你，离他远点。小果汁，你听我说，小果汁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，离他远点。听我说，离他远点，我有话对他说。你，小果汁，离他远点，小果汁。把你抱进医院的时候，只觉得这个小姑娘很勇敢，只是勇敢的让我心疼。
赶紧走吧，儿子，拜拜。上课送慢点啊。好的。拜拜。你好。你好。请问刚上楼的一男一女在哪个房间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不能把客人的信息透露给您。可我是他们朋友。真的不好意思。哎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小姑娘？你怎么怎么了？要不要帮你叫医生啊？我背她去医院。资格喜欢你，傻瓜，再也不要离开我了。难说不到，但是没有小果子，它就会腐烂。阿蒙，看在我们兄弟场的份上，我求你再救我们一次吧。你骗了我的钱，差点毁了我，谁是你兄弟？萌萌，我们知道错了，现在警方把我们的钱都冻结了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有我的，萌萌。这就是原因。又是他！你要干嘛？我知道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！哎，走开！横竖都是死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小伙子啊，当初我就说你喜欢马萌嘛，还不承认，搞得王帝以为我们俩有一腿，吃了不少醋啊。谁吃醋？你说呢？死开！果汁，谢谢你，也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肉麻了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对，我们的电影。我的男一号。我来当摄影师。我的制片人。我是编剧。我是导演。加油。对不起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为我当年的年少轻狂感到忏悔和内疚。年少轻狂？你的年少轻狂毁了小果汁的梦想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你们五个人重新聚在一起是为了完成当年的电影梦想。现在无论是出于我对小果汁的一种歉意和内疚也好，还是我对丁丁的一种责任，我一定会竭尽我的全力来帮助你们实现愿望。
小果汁如果能原谅你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。我们也希望能看到丁丁幸福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得到他的谅解。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。等你到时候写完之后，我们拍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电影，你来做编剧。行啊，我做导演。那我就做男一。我做摄影。你都当导演了，那我得当制片人。男一是吧？违约我回女荣。Thank you.